流的韵舞法，带来原汁原味的表演。那他们接下来的第一首曲目呢，是在描述我们南妈开演仪式举行的过程。那像这样子的过程呢，他们会戴上可怕的面具，然后发出吼叫声，从山上呢越过深雪而来，开始呢到我们每个人的家中做拜访。那在我们的仪式中，南妈开演呢会告诫大人不可以偷懒，小孩不能要听话，并且约定保佑来年农作物的与渔产的丰收。因此呢，南妈哈给的访问呢，被认为可以消除受访者家中的灾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我们南麓半岛迎接新年重要的祈福仪式。那我们这一首歌呢，《门踏》是呢，我们南妈哈给进门拜访前呢，在玄关用脚踩踏地面发出的行为。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呢，将你的双手。谢谢主持人，请掌声大变色，欢迎我们的日本粉。
这边呢，也要跟大家稍微的简单介绍一下。那我们这一次呢带来的表演的团体呢，是我们的玉虎坊。他们呢是于2005年由创办人陈威辅导师呢于台北市成立，演出的风格呢是儒家风格之中，融合了日本太鼓、非洲、韩国丝木乐以及我们西洋打击乐节奏之精华，以及我们中国传统乐器古曲二胡。但是不能超过，他会喊我。对，很谢谢。是你带动现代的艺术风潮与发展多元化以及多元运动。那同时呢，我们接下来第二首曲目呢，是我们前面一点的互动。那这首。高一点的，站得好，现在在哪里？
我也没看过，那同时呢，在我们这边呢，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我们往年呢，都会来到我们日本东北游乐日的活动现场的秋田县的妈妈哈给香神月。那这个呢，是由我们2002年呢，由我们的小林义隆团长呢，成立了妈妈哈给香神月。那呢，在2004年呢，以日本代表身份参加了我们韩国首尔古国际古乐节，并且获得了人气投票第一名。那除了呢，传承了我们日本秋田县南陆半岛的妈妈哈给传统文化之外呢，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呢，跟我们的表演者跨界结合创作。那当然呢，我们这次的玉谷坊呢，也是我们妈妈哈给香神乐呢最长期交流的伙伴。那接下来呢，他们第三首曲目即将正式开始，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呢，掌声加尖叫声欢迎我们的玉谷坊。Thank you.
表演。